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遥控来控制。首先一个，使用遥控的时候一定把天线完整的拔出来，全部要拔出来。然后我们对应的一到六号按键是开关对应的机器，比如说我们一号，我们按一下一号就会默认运行八秒钟。八秒之后它会自动停，当然你也可以按一下让它运转一下，然后再按一下它又会关。我们再试一下，首先开机再关，非常简单。一到六号对应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比如说三号，我们按一下三号它运行八秒，你也可以直接按停它。然后下面一排一到六号按键都是一样的使用。七号就是从一号地址到六号地址，波浪是八号是六号地址到一号地址，我们这边都有。我们试一下七号，这个重新来讲。